2008年12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15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同年12月20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派海军舰艇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2008年12月26日，当中国两艘导弹驱逐舰鸣笛起航，奔赴索马里海域担任护航任务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海军这次非战争的军事行动上。有人这样评价海军的这次护航之旅：亚丁湾是一部百科全书，被我们光荣地打开，是一幅世界和平路线图，被我们紧紧握在掌中，是一个励志铸魂训练场，被我们高耸在利剑大洋的海面上。时光荏苒，如今距首批护航编队扬帆起航已有两年，怀着对护航英雄的崇敬之情，栏目组来到了这条壮美航迹的起点——亚龙湾军港。两年来，一批批护航官兵在这里成长，从这里出发，开启那光辉的航程。在海军编队赴亚丁湾护航两周年之际，我们将带您登上当初护航的舰艇，寻找100多个日日夜夜中那些感动人心的故事。三艘江的海军，初出重围奋勇当先，看那三艘军舰路上，军威浩荡，军威浩荡，军威浩荡，共争天。你好，你好，我看你正在站什么唱歌呢？在唱什么歌啊？我们唱的是支队的队歌《走向深蓝》啊，能说一下这首歌表达什么意思吗？表达了我们年轻的水兵乘风破浪，走向深蓝，建设深蓝海军的豪情壮志。嗯，那我看这一大早咱们站什么穿得这么整齐，在甲板上练歌，这是要准备做什么啊？我们支队有一个深蓝大舞台，我们是每个人有一次歌咏比赛，我们正在训练。咱们邀请邀见，我是第一次来，能不能带我走进去看一看，看看咱们官兵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好，没有问题。嗯，请这边请。激战一触即发，面对海盗的包围，他们将如何应对？两次护航的技术能手，什么样的高招令记者叫绝？军旅文化大视野正在播出护航故事，敬请收看。副政委，他们这儿在干什么呢？现在正在进行防海的部署训练。那像这样的训练天天都搞吗？每天一次。为什么要天天搞这样的训练？这个我们重在平时，我们就是做好临战准备，随时准备出发，随时准备战斗。嗯，那他们这里边有没有是第一批参加护航的这些战友们？咱们叫过来一起聊聊。我们有几个。任立真，把兄弟们带过来。过来成。来，战友们，你们谁是第一次参加护航的？我是。哟，这么多呢。副政委介绍说是反海盗部署训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护航的安全，利用手中的轻武器对可疑的海盗船只进行驱赶驱离。那谁能讲讲当时跟海盗搏击的最惊心动魄的那一刻？来，当时啊，最我们在索马里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有40多批小渔船，这个可疑小目标，如果他掏出枪来，他就是海盗船；如果他不掏枪，他就是渔民，就是渔船。所以说当时40多批小渔船，我们不能判定这数目之多啊，我们必须仔细观察，稍有不慎，我们前期做的工作这就是白做了，这我们海上交通线就毁于一旦了。此时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这样大数量的疑似海盗船同时出现，护航官兵们还是头一次遇到。根据相关国际法规，如果可疑小船不率先发动攻击，我护航官兵不能主动向其船体或船员射击。可是如果40多艘小船同时向编队靠近，对于护航编队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它上面如果有 AK-47 的话，有其他或者高射击远距离射击的枪的话，它对我们射击，我们的人员在这上面也是很有危险性的。除了有这甲板掩护以外，其余人我们就只有防弹衣了，还有那个钢盔，这方面也不是说一定能挡得住这子弹，所以我们进行远距离，尽量减少它这个武器的射击威力，保障我们人员的安全。采取行动已是刻不容缓，
环海道部署立刻展开。为了确保护航编队的安全，必须把可疑小船拦截在安全的距离之外。一场激战仿佛一触即发，这时所有人的眼睛都同时死死地盯着海面。随着那个海盗船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船上那个打的那个信号弹，同样那个高射机枪也进行那个警告射击了。最后我们领导让我们那个子弹已经上膛了，上膛了之后，我们就等到一领导的一声令下，就直接可以开火。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直升机啊，盘旋在那个小渔船的上空，来进行警告，也打信号弹，所以才把这个小渔船给驱离了，它才掉头转向。我们心里啊都捏了一把汗。在海盗活动猖獗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官兵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疑似海盗小艇的侵扰，有时还要在一天之内连续驱散多批高速靠近护航编队的小艇，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此外，亚丁湾地区高盐、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也给战士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每次拉那个部署之后一回来，我们那手上绝对会有时候会撕一层皮。为什么要撕一层皮呢？因为是太阳晒的，因为当时我们的手就是那个拎枪的时候，一般袖口都是喜欢拉上来的，然后这样那个持枪比较方便，然后一拉就是有时候是几十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有的甚至是两个多小时，然后就在那儿站着瞄准，然后所以我们的皮肤晒的经常容易撕皮。就晒爆皮了。啊，对。当时温度大概有多少？40多度。基本上每天都有40多度吧，但是我们的甲板因为是铁的嘛，所以温度可能更高。无论日晒雨淋，无论风高浪急，即使是在没有海盗出没的日子里，这样的反海盗部署训练也每天都要进行。队员们必须像实战一样对待每次训练，每一块肌肉都要紧张起来，每一个动作都要一丝不苟。正是这种看似枯燥的训练，正是这种不计回报的付出，才使官兵们时刻具备处置危机情况的能力。哎呀，副政委，你这是又带我到什么地方来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像迷宫一样。这是我们的柴油机舱。哦，柴油机舱。对对对。那它在一个舰船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部位呢？如果把这个部位比作人体的心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舰船的心脏，它是提供动力的地方。那我看好多这些管道啊，还有这些大的一个机器设备，那哪块最重要呢？我们有个置办部位叫神矿柴油机置办部位，那个地方最重要。哦，也就是那个地方。哎，对对对，就那个地方。那块应该是最重要的，心脏的心脏了，应该是。对对对，那下去看看。好，下去看看。就是这儿吗，副政委？对，这是这儿。我看这里边也是很复杂，有很多的机器设备。是。还有一名同志在这值班呢。对，这个同志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参加两次护航的护航舰兵。哦，是我们舰上的这个明星舰员。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王东。来，王东。你好。打扰你一会儿啊，简单采访你一下。我看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很狭小啊。在这里只能过一个人通道，只是过一个人检查用的，就平时进行简单的维修工作在这里边。那能跟我们说说你这个工作环境吗？比如说这里面这个机舱的温度大概有多高？正常是65度。65度啊！你看我衣服都湿了，在这边值班检查10分钟出来，那衣服肯定是湿透的。王东的工作环境被战士们戏称为火炉，60多度的高温，超过120分贝的噪音，空气不流通，无不挑战着人体承受的极限。在这里的120多个日日夜夜，王东连海盗的影子都没见过，甚至连登上甲板的机会都很少。但是为了保证舰艇的心脏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出动力，他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将设备检查一遍。如果外面碰到海盗的时候，我们这里边我是感觉到它的机器在加速，因为追击海盗的时候它的快艇是很快的，它我们可能感觉到的机器在加速。这个时候我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我的机器正常工作，因为在高负机器在高负荷运行状态下，它发生的故障率是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值班尤其要注意，要加强检查，保证机器正常工作，不会在追击海盗的过程中因为我动力问题而影响这个整个追击海盗这么一个过程。那你最常在这个里面检测机器有多长时间？那是我们刚从亚龙湾起航第二天嘛，
就是出现个故障，就是我们这个风机故障，连续排除我带领我们全班连续排除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当时是一身油一身汗的，为了保证机器工作，第二天的正常工作，我们都一宿没有睡觉。从入伍至今，王东与舰艇柴油机打交道已经有15个年头。由他执掌的巡航柴油机从未发生过因装备故障影响执行任务的情况。作为参加过2次护航的技术能手，王东已经练就了一手的绝活。那你说，比如说我平时检测这个机器，我怎么来判定这个机器发生故障了？我手里拿着2样东西，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工具，这就是用来听发动机运行的噪音的。是怎么听？它是否正常？是插在发动机的某个部位，然后我利用它这种传导的这个运行的状态，传到我耳朵里边，我判断它是否运行正常。然后这个是用测温仪来测温，测机器的每一个系统它的温度的，照不到的地方我要手摸，我手摸的温度跟它测出来温度基本上相差不应该超过2度的。是吗？那我现场考考你，比如说我选一个部位，你现场用手来测量它的温度，然后用机器来看你的误差有多大，好吗？来，比如说摸这块吧，多少度？这个大概也就28度左右。28度，准确吗？准确。好，拿机器测量，来检测一下，29.4，也就没超过2度。不错，考核通过。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护航编队中的官兵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无论是在甲板上与海盗正面过招，还是在船舱里甘做幕后英雄，他们都在自己的站位上执好每一次班，站好每一班岗，为护航任务的圆满完成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如果说首批护航是一次探索之旅的话，那么经过几次护航的经验积累，执行第5批护航的168舰进行的就是一场展现我军威武之师的雄壮之旅。那么在这期间又会有哪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呢？哎，主持人，哎，你看这个小艇在我们护航任务中可是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啊！你看这个小战士了吗？他的这次任务中就是这艘小艇的舵手。我可以上去跟他聊聊吗？啊，可以。好，你好。你好。哎，我可以上去吗？可以。好，来扶我一把。来拉我一把。哎，好。在护航过程中，我国军舰主要采取舰艇护航的方式，可如果遇到商船数目较多或商船速度过慢的情况，就不得不采取风险较大的伴随护航，也就是用直升机将特战队员机降或滑降到商船上，等护航任务完成后再由小艇将特战队员接送回来。这时所有人的安全就都掌握在小富一个人的手中。小富当时就是驾驶这艘小艇去执行任务的是吗？对。嗯，那当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危险的是什么？最危险无非就是开着小艇送陆战队员抵近查证，还有记得有一次是风浪很大，然后去商船把特战队员给接回来。那一次好像风浪应该有4米多高，然后超出了这个小艇的就理论上它规定的要求。任务紧迫，领导问小富能不能去。望着汹涌的海浪，小富说理论上不行，但是我愿意试一试。就这样，小富驾驶着一叶小船迎着风浪出发了。一会儿小艇飞就很高很高，一会儿就很低，然后又开不快。他们据我当时回来，他们在说，他们看我们小艇就是，一会儿看得见小艇，一会儿看不见小艇这样种情况。在靠近商船的时候，因为浪很大，直接把小艇给推了，往商船上面撞。我当时回想起来也有点后怕。那你还记得你把小艇放下就出去执行任务最长的一次时间是多长？最长啊，我记得从早上7点多钟嘛，一直干到中午，差不多。快把小艇油给耗光了。刚才小富讲的这些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啊，希望你再接再厉。谢谢。再立战功好吗？好。走，副政委，咱们再去下个地方看看。好，我带你再走一走。好，来接我一把。
好，走，再见。你看，这是我们在护航期间的生活场景照。啊，这一幅编队首长拜会亚利桑那省省长时的场景。哦，那这都是些出访的一些照片啊。对。那关于出访的故事，给我们讲几个吧。可以。徐凡，这是主持人，他想了解一下我们护航，我们出访时的故事。你这里不是有很多照片吗？给他讲一讲。行，没问题。舰艇素有流动的国土之称，所到之处展示着祖国的强大，海军的风采。在执行完护航任务后，我海军舰艇先后出访了埃及、缅甸、意大利、希腊四国，并在新加坡进行了技术停靠，受到了驻当地的我国使馆人员和外国武官的热烈欢迎。人们用最尊贵的礼仪迎接来自亚丁湾的护航英雄们。这个是希腊的船王弗兰考斯先生。我们在我们护航编队结束了护航任务访问希腊的时候，弗兰考斯先生不顾85岁的高龄，在其女儿的搀扶下，亲自带着家族船运公司的高级官员们登临我舰，感谢中国护航编队对其商船阿波罗号的接护。这个呢，这个是在哪开联欢会？这个也是在意大利，和意大利使馆进行的联欢。咱们都表演什么节目了？我们表演的节目很多，有三句半，有相声，也有小品，还有这个服装表演。是吗？那他们最爱看咱们什么表演？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小品相声都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的小品相声都是根据我们的护航中的故事改编而成的。那说说这些驻外大使，包括这些武官，对咱们这些护航官兵都有什么样的评价？他们觉得我们护航官兵精神状态非常好，素质非常高，这也得益于我们在护航期间进行的丰富的文化活动，提升了大家的文化内涵，也愉悦了大家的身心。面对茫茫大海，官兵们如何排解心中的寂寞？什么样的文化让战士们的生活充满色彩？军旅文化大视野正在播出护航故事，敬请收看。海盗的侵扰让人寝食难安，然而护航官兵要面对的更大难题是长期航行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压力。战士们形容舰艇上的日子是白天看大海，晚上看星星，单调的环境，狭小的空间，正是舰艇生活的写照。苦闷、寂寞、疲劳在无形之中消磨着战士们的斗志。这时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消除心理压力，激励官兵斗志，就变得尤为重要。来自我舰、特大、机组等单位的100余名选手报名参加了比赛，经过4天的激烈的角逐，各项冠军逐一产生。傅政委，他们这是看什么？看电影呢？不是，不是看电影，这是我们自编的设置的那个南镇地位，就反映我们官兵日常生活的训练的，我们用地位把它记录下来。哦，也就是这些镜头都是咱们战士自己拍的？对，自己拍的。哎，那个镜头什么意思呀？这个是我们搞的帅秒比赛的一个镜头。那咱们在座的战友有没有这个参加过这个动扫描比赛的？ 有没有？有战友参加过这样的？你们几个都参加啊？说说当时什么情况？当时就在海上，也没什么绿色植物，也没什么花草什么东西的，也没东西陶冶一下情操，然后就几个人在商量一下了，然后就开始那个种蒜苗。然后后来我们副政委听到以后就说也可以啊，你们就是想想办法怎么怎么种啊。然后但是我们搞个比赛，我说一般家里种蒜苗也搞点土啊，然后给它种到土壤里面，所以我们在海上没有土壤，我就搞了点21斤为它，你把它碾碎碾碎，也像个土的样子，然后我就放在可乐瓶里面了，然后就再放了一点那个我们平时喝的那种饮用水，然后放里面，然后就种起来。开始放在餐室里面种，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它这个颜色有点发黄，后来听他说它放到阳光下面，然后每次的时候值班的时候拿到外面去，值班的同时他也跟着我一起站岗值班。要说这蒜苗还是我的蒜苗好，
长得是又高又壮，你瞧这绿的多挺拔呀，就是好。好，给掌声的。你看这蛋苗采用纳米技术无土栽培，你看多好啊，多绿啊。他们的都不行，看我的，看我的索马里大蒜引进外国的这个品种，你看长得多绿，肯定比他们长得好。好，这个好。看我的蒜苗又高又大。像种蒜苗比赛这种有趣的文化活动还有很多。护航期间，官兵们集思广益，就地取材，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舰艇文化活动。甲板运动会，战士们各显身手，热汗直流。春节晚会上，战士们自编自演，兵味十足。蓝盾之声广播，力荐亚丁湾电子杂志，给战士们带来了最新的国内外资讯。护航摄影展、网络学习室都给战士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这里是我建的带缆平台，现在呢，我们建的健身俱乐部里面正在进行训练。平时和海上，大家都在利用这块小小的场地进行体能和身心的锻炼。这就是我们健身俱乐部的负责人曾毅。那得喊你鲁教练了哈。来，鲁教练跟我们说说，这都有什么样的训练科目？我们训练科目分好几种，健身、格斗、散打，还有打沙包，还有个人的摔跤。那像这样的这个每天训练大概多长时间？每天训练下午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半小时。我们是利用休息时间和课余时间，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能来进行锻炼。那在护航期间呢？护航期间每天也要训练吗？护航期间在由于长时间在海上比较累，人容易疲乏。我们组织这个健身俱乐部，人在这里自由的可以训练，值完班以后，回来以后他可以通过我健身俱乐部，慢慢的调节一下心理。你好。啊，我看你在这练练这叫拳击，啊，怎么样，喜欢吗？平时比较喜欢，但是呢，在海上的时候，可能没有空间，没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场所，完了借这个机会，完了锻炼身体，这个在任务期间保持最好的体魄，啊，是不是精神越来越好了？对，你看我，吃饭也香了，你看我精不精神？精神好，来。在这所有的这些科目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我最喜欢这个沙袋，这个沙袋比较好，可以练练腿法。可以练练什么？腿法。腿法。没错。我看看你练的腿法怎么样。腿法是比较硬一点。哎呦，真不错。疼吗？不疼不疼。不疼啊。踢准了应该都不会疼。踢好的话都不疼。你看那个就被我们打得那样的。那个是打烂的。是啊。如果舰艇上的文化活动对护航官兵而言是雪中送炭，那么回到营区，独具海军特色的沙滩文化和军港文化就是锦上添花。深蓝大舞台，官兵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月都能上演一台大戏。心理训练场，沙滩运动会，官兵们在这里锻炼体能，磨练心智，为下一次出航充电加油。这几年我们积极筹资加大文化设施建设，依托两台一网、两人一厅和学习室、环保军港、舰艇通道文化等平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深蓝系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陶冶了官兵情操，提升了生活品味。为更好地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劲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哎，主持人，接下来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我们到冰仓。这东西我们现在呢暂时像宝物一样的珍藏着。那是什么？是带我去看看。好，起。你们好。就是他们每天的学习生活训练之余，他们会把一天的这些情况记下来，作为一种记忆珍藏的人。那现在我们的战友们还有没有保留啊？应该还有，我们要不看看吧。那问问咱们的战友们，当年你们去护航的时候有没有写过日志？
有啊，谁还珍藏着呢？我有啊，我写了，每天都写了，每天都写，那还留着呢吗？还有，珍藏起来了、啊，对，拿给我们看看。他也写了很多，天天都写，对对对，那就写了124天了。对，不管有多忙多累，都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写的、嗯。说今天收到了晶晶通过岳阳传情活动发过来的短信，心情十分激动，我都乐得合不拢嘴了。哎，这岳阳传情的短信。对，不是说你们收不到信息吗？是通过那个卫星给我们转发过来的，打包转发过来的。我这里还有呢。哦，还留着呢，当时的短信。如果珍宝、哦、放在新的地方呢？哎，我放在新的位置。啊，对。来来来，看看看看。对对来，来给我们念念。晶晶发过来的是什么？对对对。啊。丹青，收到您的短信，真是惊喜又感动。我已收到您在临行前寄给我的贺好。这么久没有你的消息，还真有点担心，保重自己，金星。哎呀，太美了，很甜美啊。那你们那战友吗？还有谁保留着信息？还有，那拿出来给我们念念。我好像也在这边吧。对，我也在这个。这个一直藏在心口这个地方。哎呦，都放在心口这个地方，看来这都是弥足珍贵啊、嗯！看来这都是媳妇发来的。哎呀，亲爱的老公，亲爱的老公，好肉麻哦。其实当时我家属春节前给我发的，当时小孩刚会叫人的时候，他说：“亲爱的老公你好，最近身体可好？有没有抓一个海盗？”啊，说我和儿子在家一切都好，嗯，爸爸妈的身体也很健康，你都不用担心。另外就是村里人都知道你去打海盗了，碰见了都要问一声，你现在可是咱家的明星了。还说我这个，我儿子出生一个月呢，我就走了。嗯，就是他呢，现在已经会叫爸爸了。另外就是祝我在海上嘛保重身体，希望我顺利凯旋。当然这个还要吻我一下了。啊，像你们这短信不保密吗？这可是媳妇儿发来的心里话呀，也都拿给大家念啊。对，保密啊，都是公开的，都是公开的，分享甜蜜。所有的短信基本上都是共享，都能看得到的。就像我本人嘛，这个短信机，这个我的家属啊，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她对我有一个特别亲切的称呼，就叫仔仔。啊，我就现在是讲起仔仔，我就感到这个很亲切。谁知道是什么呢？我们战友看到我了，哎，都叫我仔仔仔仔，哇，心里啊既感到这个很甜蜜，这个同时呢，这个又有一点不好意思一样，但是甜蜜更多。每个人呢收到短信呢都很激动，每个人大家都互相分享。我们因为是什么呢？同舟共济，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兄弟。100多天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年中1/3的时间，而对参加首次护航的许多官兵而言，却是一生中从未经历的重大考验。在信息传递并不通畅的亚丁湾海域，真的是护航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了。这时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声熟悉的呼唤，都成为护航官兵日夜盼望的温情，可以让战士们回味好几天。而且你看他们幸福吧，太幸福了、啊、他们把那个短信都像宝贝一样的珍藏在自己的口袋上方，珍藏在自己的心里。嗯，其实这个还不是最过瘾的，还有更过瘾的。是吗？那是什么？那是这个瑞阳电话。我们在春节前夕的时候搞了一个瑞阳电话。新春佳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正是一家团聚的日子，然而背负着护航使命的官兵们在万里之遥的亚丁湾迎风斩浪，时刻也不敢放松。每逢佳节倍思亲，茫茫的大海阻断不了对家的思念。通过岳阳传情的电话连线，再次听到家人情真意切的话语，天涯顿时不再遥远。虽然每人只有短短的3分钟，可心中却好像有千言万语想要表达。还是挺想你的。嗯，我身体很好，棒得很。哎，主持人，我下面带你到一个士兵宿舍去看一看，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兵仓。是吗？兵仓。对。好，一定去看看。好。停止午休。哦。各部门值对停止午休。我看咱们这个宿舍是8个人吧？你们好啊，战友们。你好。好，来坐坐坐。你们这是开班会的吧？对。啊，我们参与一下吧。好。好。来。哎。来，你们几个谁参加过护航？我哟，这么多呢？那看来就是
这两个新兵没参加过了，是吧？怎么样，羡慕他们吧？非常羡慕。这次就是老班长这次班会的机会，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护航的经验。哦，是吗？对。来，老班长说说。嗯，我们2008年第一次参加索马里护航的时候，我的爱人是马上就要生产了。郑振波的妻子在产前检查时，医生告诉他孩子头朝上，需要做剖腹产。郑振波本来已经计划休假回家，好好照顾待产的妻子，可没想到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了参加海军历史上首次远洋护航的任务。当时我的心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像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就别提多难受了。在前往亚丁湾的一路上，郑振波几乎每天都在惦念家中的妻子，每天都在默默计算生产的日期。作为丈夫，他没有办法陪伴在妻子身边；作为父亲，他没有机会聆听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在茫茫大海上，郑振波只有静静等待，默默期盼。郑哥是1月6号到达索马里海域，完了以后正合适1月6号，我的孩子就出生了。完了，通过一个很繁琐的手段，把短信传到舰上，然后我就知道我的孩子、老婆都平安的。回忆起2年前的情景，令郑振波记忆犹新的是，不仅是喜得贵子的欣喜，还有父子相见时的惊讶。他说，当初自己天天想着，夜夜盼着。可是真到了顺利返航、父子相见的时候，眼前的情景竟让他一时间难以相信。我当时见到自己的孩子，我简直就不敢相信，那孩子已经4个月了，但是说作为父亲100多天了，刚看到自己的孩子，当时的心情真是没法形容出那种心情。当你们得知郑班长生了一个儿子，你高兴吗？高兴，全班的都为他高兴。嗯，为了这个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全班都为他点了一首歌嘞。好，点了首什么歌？就周华健的《宝贝》。轻轻的我的宝贝。这些铮铮铁骨的军人们，在国事和家事的抉择中，从来没有过犹豫。他们将对亲人的情、对祖国的爱、对完成使命任务的执着信念，都满满的装在心里。伴随他们一同远航。寻找那一失踪的彩虹。对。哎，副政委。嗯。他们这儿在看什么呢？他们在看我们现在快报。快报。对。哦，咱们现在这快报是多少时间出一期啊？一个星期吃2期。哎呦，这信息更新的够快的哈！我看你怎么只盯着这块看，你在看什么呢？这当时是我们护航的时候，这个接送天线报的任务。那能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整个情况吗？哦，这个我记得相当的清楚。当时我们在海上啊，在这个2月6号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接到了这个要接护这个天域8号这个任务。天域八号是天津远洋渔业公司的一艘渔船，2008年11月14日在肯尼亚沿海渔场作业时被海盗劫持，船上物资被洗劫一空，24名船员身心憔悴。我护航编队前往接护时，一个棘手的问题首先摆在了护航官兵面前。他这个船上啊，这个物资啊，都很匮乏，尤其是他没有燃油了。我们就在上级命令之下，就必须要给他补给燃油。当时的这个风浪很急，这个我们首先想到就是跟他并靠在一起，这样就便于这个输送这个燃油。由于风高浪急，如果实行靠帮补给，很容易造成两船相撞，发生危险。官兵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将两船拉开一定的安全距离，用油管输送燃料进行补给。可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但这时候呢，我们的油管又不够长，哎，隔了这个40米的安全距离，这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想到了用最好最新的那个水龙带，哎，跟我们的那个缆绳绑在一块，哎，通过这个缆绳接过去。问题终于解决了，燃油源源不断地通过水龙带流向渔船，有了燃油，
渔船重获动力。天域八号的船员们高兴地跑到甲板上，向着舰艇招手欢呼。说来也巧，那天正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在风大浪高的印度洋上，护航官兵对天域八号还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海上补给。我们就给他们送了这个什么啊、衣服啊、汤圆啊、水饺啊，尽我们所能啊。暂时还了解到他们没有这个鞋子啊，纷纷拿出自己的鞋子都打包啊，这个通过这个缆绳啊，一步一步牵过去啊，他们都感到非常的开心，还在了他们的这个琴甲板啊，那个驾驶室的上方打出了这个标语：感谢祖国，祖国万岁。感谢中国海军，你们辛苦了，我们看到了也很感动。由于海盗活动猖獗，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被人们称为恐怖的海。能在陌生的异国海域得到祖国海军的保护，商船上的船员们都为祖国的强大激动雀跃，他们纷纷打出祖国万岁、向人民子弟兵致敬等字样，来表达心中的感动。看到这些深情款款的话语，对于护航官兵来说，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一时间都烟消云散了。对祖国的深情、履行使命的自豪、完成任务的欣喜，连同这一刻，将永远印刻在官兵们的心中。在支队的深蓝展厅当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瓶子，里面保存的是一杯普通的亚丁湾海水，但这又是一杯极其珍贵的和平之水。他目睹了两年来中国海军为维护和谐海洋所付出的努力，见证了护航官兵们勇闯大洋、连续作战、依法行动、为国争光的护航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海军官兵奋勇前进的报国之情。